秋儿，秋儿，你没事吧？金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有点痛。去那边，慢点，来，小心。你怎么了？我好像被毒荆棘划伤了。划伤了？ 伤口在哪儿？得赶快把它切出来！你要摘掉门禁，不就破坏了武朝的规矩了吗？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从在树林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，我便认出你来了。我和你相处了那么多时日。 怎么会认不出来你啊？什么规矩？什么武仇？跟你相比，阿树哥哥，是我骗了你，我根本就没有受伤。 都是我的错，不应该在我胡慧上赌气，许下那样的约定，让你只能一直默默地陪在我身边。傻姑娘，我怎么会怨你呢？不管是玉林峰，还是无名，我都想跟你在一起一辈子。那，你不走了吗？ 五洲之约怎么办？我当然不走了。我只想跟秋儿待一辈子，哪怕是隐姓埋名，我也无所谓。阿树哥哥。